塔巴塔运动一组至少要几分钟呢？4分钟。正确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青少年一天运动至少要几个小时？1小时。正确。被称为四色树的是台湾的什么树种？四色台 pass pass。下一题。哪一个国家有枫叶之国的美誉？加拿大。正确。怪兽电力公司的主角大眼仔，他的名字是？放弃。下一题。钢笔头是使用什么原理工墨的？毛细现象的原理。正确。台彩的金彩539头奖是多少钱呢？ pass。 下一题。搭台铁南下时要去海线，应该要在哪一站转车？竹南。正确。168断食法当中一天有几小时可以吃东西？8小时。正确。黑色星期五是指几号遇到星期五？13。正确。电脑主机上绿色的音源孔是用来插什么设备的？耳机，还有喇叭也可以插。正确。一般人一天喝水量应该是体重的几倍以上？30。正确。阿里山的神木群皆为什么品种？快木。正确。请问法国的国鸟是什么呢？ pass。 下一题。台湾公务员届龄退休需要年满几岁？65。正确。老虎的虎字部首是什么呢？虎。正确。台积电的创办人是谁？张忠谋。正确。台语嘎抓指的是什么昆虫呢？蟑螂。正确。因脑部缺血而导致脑细胞死亡的症状俗称什么？中风。正确。成语一饭千金的故事是出自于谁的典故？韩信。正确。来，时间暂停。太稳了，46秒对49秒，还是要解答一下。对，他首先先不会的是有一种树叫四色树，四种颜色四色树。答案是台湾栾树，因为它是世界十大名树之一，它满株的时候是绿色的，它开花就会变黄色的，然后结果的时候变红褐色，冬天掉落的时候就变褐色。哇，对，所以它四季会有不同的颜色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再来是怪兽电力公司大眼仔的名字，你们不知道？ Mike， 不知道哎。Mike Wazowski。你要讲麦克华斯基就是 Sally 啊。OK， 麦克华斯基，对。然后呢，金彩539呢，一般呢，我们这个威力彩跟大乐透，就是说看这一期的彩金有多少，然后就来分嘛。可是金彩539它是固定的，所以你只要中头奖呢，就是固定额800万，2奖20万，3奖是300元，4奖50元。啊，因为它的中奖率比较高啦，它是39选5。对啊，你39选5，5个全中就是800。800万。对。那如果少一个数字是变39，中4个。对。那就2万块。少中一个就差了700多万，有中就不错了啦。有中就不错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法国的国鸟呢，就是公鸡啊。我们不是有一些法国运动品牌，对，那个品牌没有好是公。然后他们的那个足球队的球衣上也有鸡，也有公鸡，因为公鸡在法国人的眼里就是有一种诚实啊跟希望的象征，而且还有出现在这个钱币上面。对，现在是我们官方的时间暂停，所以你的牌还没有用，你等一下如果需要你可以用。OK。那现在有一个 timing 点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换人？不要不要，这个都是官方的规则。你的 key 很好，就这样。对，不要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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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稳稳的吗？不要，你稳稳的。OK。不好意思。教练，他习惯，他要鼓励球员。对，你很好，你 OK 的。对，教练马上就决定要不要换人的。对对，比赛打得很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会随便换一个板凳上去呢？是啊，对啊。而且你站太近，你要问他，等下跟你吵架，要不然当裁判。对，你穿裁判，刚好黑白的裁判。哦，好，那孟恩，你的决定，你自己决定。还有个暂停，我换人好了。不要啊！没有，这个是战术啊，不行，后面会被我们抽垮，还是你要换？你比较强，后面真的会被我们抽垮。我大概要去开始去暴吃，我现在压力太大了。这个我来吧，尽量不要提保身，不要提保身。到底要弄多久？弄多久？你就打
蔡璇呐，蔡璇呐，继续，紧张紧张，牌子拿起来，紧张牌子就拿起来，才差三秒而已耶。对呀，来哦，五一个，五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加油啦，你先来打啦哈。老师，请出题。三国时的蜀国位于现在中国的哪一个省呢？下一题。受加拿大封为亚洲披头四的是台湾哪一个乐团？五月天了。正确。冰箱、洗衣机、冷气，其中谁没有压缩机？洗衣机。正确。圣兽麒麟二字当中哪一个字代表雌性？麒。下一题。在金庸笔下江南七怪是哪一个主角的启蒙老师？下一题。成语投笔从戎的戎是什么意思？龙。pass。 下一题。位于台南的是哪一个国家公园呢？ pass。 下一题。知名歌手林俊杰来自哪一个国家？台湾。下一题。兰屿岛上的原住民是哪一族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直接暂停。时间来了，大哥，他剩一秒，他暂停个屁呀！真的太难了啦，你就暂停半个钟头，你不能走，你跟他拼，你就跟他拼，你就站在那个半个钟头不能走。我也抓太好了吧？后面他跑出来，你暂停什么啦？现在暂停，那要聊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来一个，来一个，你最多蓝雨，蓝雨答物组啊。对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有时候你一直错的时候，你会你的思绪会一直卡在。对啊，你看他就是卡在蓝雨，他一直在想。你最早你卡在哪里？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卡在哪裡？他开始问成语，我就不行。问成语，一开始那个什么蜀国在哪里？蜀国是那个、啊。我那个不行，我以前国文都是不及格的。蜀国是在就是历史类的。对啊，然后麒麟，我觉得麒麟你整个慌了，因为麒麟。就一个公一个母嘛，然后你就猜到其是公母，哦，对啊，就慌了。对，好，那你现在剩一秒了。嗯，好，那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，谢谢大家。再给他一题嘛，只剩一秒而已，你他念完就没有了。请出题，给他看嘛。语是常词，用来形容人怎么了？人非常崩溃。所以你现在就是语是常词，你认真。常识怎么会是非常崩溃？对，语是常识，就是你等下做的动作走了，走了。他根本已经，所以你看冷静，冷静一点吧，冷静一点啊，不要被影响啊。那还是要来解题一下。对，因为像刚刚的圣兽的麒麟嘛，哪一个是雌性？雌性的就是麟。对，麒是因为它独角，麒是独角。但是麟是没有角的，因为像有些动物是不是雄性都比雌性是大跟有角？对对对对，所以是麒麟。然后投笔从戎的戎就是兵器，兵器呀，就是他本来是念文科的，有没有？他就放弃了这个投笔，就把笔丢掉，然后去拿武器，就是去军队打仗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林俊杰是新加坡，新加坡，他是很常在台湾出现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呢？谢谢。孟恩，然后也谢谢我们的观众，谢谢。好，那刚刚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，他很厉害啊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只是后面有一点乱流啦。对啊，哦，最后五次尝试，不要再，没有再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啊。李宝生这边都答错嘛？对，那也不意外啊。但是我今天喝水喝得很舒服。那下次可兰跟琼月也来挑战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啊。好，我不会随便用 double 牌了。对，对，因为我的时机最刚好。是是，那谢谢我们的观主又把我们大奖守下来啦。谢谢两队热情的参与，也谢谢观众们您的收看。我们百变智多星，一起动脑筋。